真的是超大而且超深，独一无二的东西、啊、很巧，他的手很巧，就这样。哇，你看，好方便哦，好好看哦。各式各样精美的环保购物袋都是雨伞不回收再利用。厂商已经该要算要超前嘛吼，啊，甲一挂雨伞布拢关来伫咱个正常。伊讲我会提会用是袂用，我用机车载转来，啊，我笑讲咩？多的是。哦，哇，好多，好多哦！为创造雨伞布全新价值，一度让慈济志工林秀荣伤透脑筋。我突然做个一个弹性嘛，啊，再袂开，要袂放弃啊！讲上面讲哦，不要被人客户啊客户难。哦，行这个哎，入手做入信心。重点就是讲环保又实用，背出去会感觉就是说不重复的，嘿啊，而且又环保。你做这个也是，为什么冒出？四年多来，不仅雨伞布制作成购物袋、遮阳帽，回收的毛线跟棉花也在他巧手下化身卷尺小乌龟，任何时间、空间都能看到他制作身影。红黄医生啊，这种说不要浪费时间，我就把这个时间拿来利用了。善用手艺，化腐朽为神奇，小善累积也能发挥大功用。大爱新闻学林道明高雄报道。